满20岁的选手们准备好了吗？投票当日记得要带国民身份证、印章、投票通知单，让工作人员确认身份后领取选票。投票要用圈选工具，千万不能盖印章或按指印哦。将选票分别投入票轨就完成咯。1月13，你就是选手，一起为民主得分。